哦，知道有想要免疫，我就知道要叫什么了。这个叹气，好太累了。喘，什么叹气？好，我以为你在叹气，啊？哈哈。看来不是每个外送员都像上一个那么聪明。你想先冲混沌等级，还是我们跑主线？先主线，不主线啊，DLC 啊。哦，DLC ，DLC 的主啊，线，那怎么？啊，这样我们打的装备会很烂，好，没差。看一下，那。没有，我也不知道你混沌，我们一场可能十几二十分钟这样子啊。他要这么短时间内到50，要有点时间对了。啊，想说没关系对啊，我们啊，走这吧。好，我我穿们不就当过麦前去，吧。带路带路，再传了。哎，我开台嘛，啊，有了。早安，有人，大牌，没办法。别离我身旁的镜子，我在和你说话。怎么人在月球漫步？露诺，来，我在喝水，怎么了？你，没事，你这个抽你过人了，对叫不我，对？你这个抽过了，对不对？没有啊，哦，你我那没点这个过要来，抽了之后才能进去。按一下是不是？对，治。哦，又免费拿到50个，好爽！为什么？不然后知嘞，道，献出，就抽啊，就是这个要抽之后，我们那个门才能开啊。那天不是这样死？这是什么衣服？好像可以穿诶。你按一下 tap，你先等一下，你先按一下 tap，嗯，你右上角混沌模式，你调到15，然后按套用。因为你现在只能到15，好，我先卖个东西哦，等我一下。15，对，好，啊，很好用，套用，好了，哎，有吗？有，确定有吗？我不看难知度还是道，我再10按一次看。哎，为什么没办法按？没有哈，那我们，哦，有了，哎，等一下，我还没接起来。没有，爸，你只是换那个而已，你是换难度而已，哦，你赶快剪。建好了，好，笑。你改啊？我按啦，有，这样应该可以吧？所以我们打的就是混沌15的难度。对，OK，这样是15了吗？是，你看那个等级下面有个15个没有？有。好，那我们走吧。换个衣服吧。啊，你先换。好。那露露，你顺便看一下这两个，你有？你好啊，像都没对，有这个东要西。给你的，这个你肯定没有。就是什么？你要给我？你混沌难度去后面才会解锁到一些外观。哦，这个。这个你也没有，对不对？你看它的价钱。不是价钱问题呀，是。你看要他吃用口还水是要说话。卖呢？这个哥布林鼻涕的我有了，这个你哈哈，他有了。哈哈，13000我带走了。你怎么？那是人家的。好了，出发没有啦。没关系，我有800万，你要几百万给你你，我有们八自己百出万？啊。你太多钱了吧？你有八百个万？十，个太十，多钱百，千万，都了吧？有八百万啊？怎么了？没事啊。你钱不是比我多我没吗？有啊，要赌多少？来，我们那天跟露诺在玩一个游戏，结果赌输了。我不要，我不参我与。的才600万呢、欸。好啦，我出不发。参与赌博，走吧。你输了还赖还赖皮？账哎，没有，对，赖皮。你先跟我讲，我没有。我已经把钱花到我不能花了。然后他那天跟我赌说，哎，波西，我说哈。你钱剩多少？我说很少，刚花掉。他说来赌，我就说好啊。那输的人要给那个赢的人那个钱。
对，全部的钱身家输了，我没给他，也没给我啊，赖皮。你要想，我现在那时候才几十万，我现在几百万、欸，对不对？那你现在敢跟我赌吗？还敢玩吗？来比谁钱最多啊？我才不要嘞、欸！阿钱跟他赌，阿钱。哦，我阿钱刚刚已经讲出来了。我在干嘛？释放古神。哦，这个感觉是。你要为露诺换急救吗？换什么急救？不用吧。哦、要啊，要换，要换。要好好。要换。要换一下，换一下。没有，因为我们两个在刷的时候是不救对方的，死就算了。好狠，好狠。要复活就直接打死怪复活啊！对啊，因为伤害我们伤害足够秒一只小怪就直接复活了。哎、欸，我觉得不用哎、欸， oh. 应该可以吧？不用吗？对啊，还混沌食物，露诺都那么强了，你看。啊，也是啊，他是露诺游戏天才啊！什么什么？我总感觉有在臭啊！我总感觉在臭、啊，猜对了。我所以他混沌食物掉出来的卖出去的钱是混沌食物的钱。对啊，哦哦，我在拖累的啊，我们那个小队的赚钱速度哎、欸，哎呀，为难两位、啊，找你刷你都说嗯，先不要，快来解开封印，我怎么开啊？头上啦，哦，头上，哎、欸，打他，等一下不要打那么急啊。欸哎、欸，他会转呢、欸。对，现在就是要让那个回转寿司下一盘换一个了，不要打他，左右还有，左右还有，左右柱子。哦，你这样会让人家觉得你很笨哎、欸。这个好再一次啦，应该是吧？白色不要射，不要射了。好了，应该对了。过头。啊哈哈。哦，对了对了。对了，开稳。效果啊，效果。我在帮你做效果哎、欸。钱。真的不是很想捡哎、欸！天哪、啊，没有一万块都不想捡了、欸。对啊。完了，我们胃口被养大了，哎呀。这两个有钱人。不是，好，你之后找你刷，你不要不刷，好不好？快踩好，快踩好！这里啊、喔，这里啊，啊，哎、欸，这里可以爬哎、欸。你要去那边干嘛？那边是我刚下来的地方哎、欸。没有，是啦，不是啊，露诺啦，露诺。哎，效果太多了，哎，嫌你效果太多了。过多了，哦，效果太多了，好，不要效果了。嗯，换一下。感谢追水君暖安安雪莉安安青蛙安安免费猫安安阿长安安，嗯，啊谁？冰冰安安雨点安安郭苗安安刘英安安巴布安安，我要过去安安，芝芝安安，我也要安安，我要安安，嗯哼哼哼哼，梦见露诺安安。我太大声了，太大声了吧！太大声了吧！哎，这个是那个吗？哪个是什么？应该不是吧？哪个是什么？这个骷髅头可以互动的、欸，互动哎、欸，互动哪里？哎、欸，来拉它，感觉拉下去水会叫了。按了！宝箱，怪什么的，随便开。灵魂宝箱哦，那个啦，就是那个水晶。哎、欸，我卡在宝箱里面、欸。我卡住了。我看你卡在宝箱里面。哪里出来了？哎，我以为你是怪、欸。嗯。他说你是怪。请问你是福利脸吗？卡在宝箱里面。你很幽默、哦。哦，对，最近有一部刚出不久的动漫，好像你们可以看一下。叫什么？
我独自升级哦，听说看完了，你觉得怎么样？好，我不知道才第一集耶，但是可以，真的好，真的好看。它故事架构背景喜欢，而且还有职业分配，对，哎，又是打地城，不是重点是它有梗图，一定要看梗图名场面嘞，居然是这个，对吧、啊？名字怎么是英文？那只打不死哎，名字是英文的哎。对啊，为什么他名字不见了？啊，这什么？这个啦。这是什么？没有，这个。哎呀，等一下，有人揍我，有人揍我！谁打五岁岁？啊！不要打我，我被自己炸死了。死了是啊，这个解个谜，不要再揍我了。看一下，来，把你打死了，去解。来，那你解谜，我看。来 ，UC 天才。我解完了，好像是。哎，那边的门开了。我解完了。好吧 ，UC 天才没什么用，4800，好见。开个子弹。来了，啊，还要再排一下、哦。啊，这个解谜有什么？开门啊！对啊，就开门呀、啊，再排一下哦。嗯，来了。有人一命升到七级浮屠。哎，武器箱开。哦，不是。武器箱。不是，加那个、哦。它长得很像。对。这什么？哇，10000块的衣服件。10000块的，不是13000吗？我刚刚捡到是11000了。哦。哎呦！解谜！哎，来了！嘿。中间那个，去敲它。转它。对。看一下、啊，你有看懂吗？就是这个亮亮的，要朝这面，要再是最上面那个、嗯，最上面那个再敲一下，这一下。应该是这个啦，因为这挂好像是跟鲨鱼有关吧。嗯，哦，对啊，看那边的门了。怎么又有鲨鱼？嗯，好像是在二楼，是不是？肚子要对齐。丢！哦，在这里。走回来。哦，这里也可以。来了！请对齐，我帮你打怪。好，哇，那其实这 DLC 刷的真的是会很麻烦。如果进来都是这样打的话，哇，你要刷他？哎呦呦呦，怎么有人揍我？因为第三关，这是第一关嘛 ，DLC 第三关的话，有一把武器还不错，人家说还不错，它是一把枪，但是它的判定是近战伤害。哦。那就可以拿有近战伤害的词萃嘞，对啊，就是你射出去子弹是不是远程伤害，是近战伤害？哦，太了，但是我第三关有的了，对啊，我都不知道啊，我那时候看文章是这样说：释放古神，进入传授门。走着，那你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面积者，一把传奇装。混沌十五的话，刷出来的面积者也是混沌十五的吧？对啊，你差啦。嗯，到时候我们再刷。我有点逼他给我上来，至少到50。是应该不到50，不用我要去刷。嗯？你要他死、喔？不到50。我想说不到50不准睡觉。赫多安安，哇，他很讨厌你哦、喔，听出来。开启水门。哎呦！啊！真的呢，开心。今天不会开太晚，不说。小蒂娜不会玩太晚，晚点可能会鬼转。
那个会追踪的球是谁的啊？不是你的吗？不是我的啊，路诺的吗？什么？什么就是一颗红红的球，红红，嗯，红红的，对啊，一个红红的血球啊，是你的吧？好像是我的、欸，怎么了？怎么了？没有啊，他会追踪哎、欸。酷，我都不，我不知道，应该是你的枪在换子弹吧？不是换子弹，我子弹丢出去。对啊，丢出去啊！衣服的，衣服的那个吗？哎、欸，来了，对，转。然后这里，坏坏，嗯，哦，看到来了，对，哦，来了来了，嘿，哎呀，按成 F 了，Apex 释放组 ，Apex 不是按 F 啊？没有打击杀锤头杀 S 了。要不再来一轮？千块钱，我缺钱。缺钱。嗯？啊？找到每个房间内的，这边还有一个隐藏宝箱吗？所以应该是这个。对，这边还有一个，所以我们三关应该少找一个，要找吗？找啊，那个经验值哎，没事。你刚刚怎么找到的啊？他是说隐藏宝箱哎、欸，他是武器箱。对啊，我知道啊，他我这里，你开啊，你开就知道啦。你开你捡 啊，我捡啊，他没有东西啊。我不知道，应该是他灵魂感觉是要自己捡。你先来我这里看看吧。他外表是武器箱，开起来就是灵魂。没有啊，你捡起来啦、嗯，那就没了。对啊，啊我才说有吗？刚刚有显示吗？有显示完成吗？有，我这边有显示完成。哦，那好吧，那好吧。然后外表只是武器箱。好的，我知道啊，那走吧。哇，钱！有没有10000块的？我看一下。对。三大关哦。有三大关。那DLC 哦。我的魔法永之不竭，滚火到水面升起啊，这种才对嘛，不用解谜，就说不，等一下要解谜，我会交给木木姐昏去。交给游戏天才。大颗是 M， 超大颗，不是那个啦，仙草，绿色的仙草。我要去找宝箱。你下一个游戏 ID 叫仙草绿。仙草绿，我就不是我了。梦见仙草绿，听起来很好吃哎、欸。宝箱怪。堵了，灵魂宝箱找到，藏在每个，对啊，两个灵魂宝箱啊，要找到就好了。要的弹药都有，你是灵魂宝箱吗？不是，我、哦、地板还会掉灵魂宝石，也是要捡一下的。对啊，它就是那个啊，要碎片啊。
不是火到水面升起啊？我完全没有感觉到水面在升啊。对啊。哎、欸，我看一下哦、喔，有没有什么要触发的？游戏天才怎么想？水面怎么升？有要打什么吗？我看看，我看看。有要打什么东西？水面。我找到隐藏，完成。啊，那看来就是解谜了，游戏天才。在解，在解，我在看。你在查攻略吗？没有啦。不是会，我在到处走走啊。哎呦，感觉是在这。哎呦，你怎么在这里？哎、欸，有出现了。嗯，对。现在才有啦，白痴哦、喔。快点 GTA 一人一边。哦，哎、欸、哎、欸，走了走了，黑曜石变黑曜石了，可以走了。我想上厕所。你去啊。感谢 D A E A 底线 S T G 0903的追随，哎，处女座好朋友，嗯，同学安安，无名安安，姜菜皮蛋豆腐汤安安。感谢无名的28个月，我们偷偷走，我们偷偷走，太坏了吧！哇，你还为了保护他开选单哎、欸，太善良了吧！你要听实话还是我在挑武器啦？哎呀，要听实话还是假话？那五岁岁来这给你，你应该要说你要听假话。嗯。你问我假话，来五十岁就给你。嘿，要做什么？棒棒糖还是奶嘴？这种。垃圾对我来说都是钱钱钱。我们啊钱，啊钱钱，晚点再给你这些，你自己再捡。钱。二叉德安安。钱，而且你真的要偷走？嗯。要相信番茄不会死，他死我就电他一次，他死我电他一次。要来了，我也有带电，那没那样没问题。回来了，嗨，欢回，刚好算到你回来，厉害吧？厉害厉害，我刚回来就看到转场荧幕了。对啊。嗯，要排柱子，这又是射哪边？来了来了。朝这边吧，红色柱子朝这边。对对对，哦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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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对对，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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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去排另外一边。狠角色，狠角色是精英 boss， 精英小王。哦，我快被揍服了，怎么有一只这么凶的一直在撞我？谁撞你？我帮你挡他。鲨鱼，有鲨鱼在撞我，开始用他了。这是很角色。嗯。可以过了、欸，快哦。对。哎、欸，可是没有找到宝箱，要找一下吧。找啊，找一下。哦，后面就有一个，笑死。捡不起来嘞。满了哦。怎么回事？咋回事？怎么一堆？臭臭的东西丢掉。
欸，爱查的，你那天跟我讲说穿山鼠的位置那边会遇到有的没的，欸，母克、小小猪、眼狗狗嘛，哦什么，还有咕咕、翁福、小猪。你可以说一下那天遇到什么东西？小鸟、小猪、吃闪耀力三遇到母克、色尾，两只，一只，哦一只哦，哎，欸，找到了。好，出发出发。后来我跑去洞窟里面遇。哎，让我快乐赚点数。真的，那些快乐赚点数。哎，我真的快乐赚点数。那他有用勇鸟吗？我直接用治愈球把他抓起来了，不让他用勇鸟。超快乐！那天赌注露诺赌赢，真的，欸。我本来想说啊，按一个，然后的话我就安静不说话。然后突然间你的功能点数，欸，我想说，欸，是谁赌赢啊？你就打说好爽哦！我说他靠是你哦，谢了，谢谢大家。这好像是打完了，欸，哎，欸，要直接下去了。哦，难怪 DLC 飞说好短，就这样哦。欸，那你去死吧！哎，欸，给我摸一下，给我摸一下。啊，摸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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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耶！好耶，好耶！啊，捡起来去买。小外三，又不是混沌的好哥嘞。没了，没了。太短了吧！哇，还好你不是在原价的时候买的，欸，哎，欸，真的，但是好贵哦，喔。对啊，难怪，难怪大多伏笔。明天不是有新剧情吗？今天十点就有了，可是我今天应该不会开，明天再开。啊，你说宝可梦今天就有了吗？今天十点啊。不是哦。对啊。日子过那么快，又出新的东西了。没有啊，它是番外篇，算是番外篇啊。用那个嘛，那叫啥来着？桃太郎啊。对对对对对对。原来这么快吗？嗯。我感觉上次玩那个 DLC 是没多久之前的事。桃太郎。你今天面对的怪物跟奇景都会加到混沌密室里面的。对。就是我们要打过 DLC 混沌密室的那个东西才会增加。啊，这个呢？呀，我们打下去啊，这第二个 DLC 啊，这第三个啊，四个。对，先卖装备，走去哪卖装备啊？差点忘记。哇，你包包很大哦。那个你们有吗？好像突然你们丢过来的，我不要，好吧。谁换姐姐的声音？那就给你，你没有，不管有没有都给你了，自己剪。对啊，自己剪，一万三给你卖。谢谢，哇！跳舞跳舞，呜呜，在这跳舞。啊，嗯，跳舞跳舞跳舞，我没有跳舞，欸，我就这个，欸，这个可以吗？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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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好，至少五十不，至少五十是个那个啦，基准线，因为会抽到那个地震属性的。刚好可以打 DLC 来提升一下神话等级嘛。捡捡捡捡捡，都是钱。慢点啊！开心。哎，这个可以。阿公公现在三级。三级哦。还蛮快的，一场两等。这镜子有股臭鸡蛋味儿，我去！哎呀，卖掉卖掉！
好，卖完了。这段旅程将为你的生命增添姿色。哎，这东西可以使用，还是这个是？算了，我们先走吧。什么东西？我上次不是说那个转盘后面有个类似转蛋机的东西吗？那个箱可以使用了。可以啊。我那时候没买，是不是它是不行使用的？哦。意大利面，那、啊、为什么这边不是中配？是 DLC 啊，那后面有的。啊，他可以调日文诶！我那时候听到有人用日文在玩这个，哦，配音还不错。嗯，等我们还要出去吧？对啊，要重开。那算了，反正没差啦，后面都关掉了，嗯啊、吵死了。你是嫌巫妖不是的那个？你至少还可以换职业，把巫妖取消掉。我是绑定巫妖这个职业了，我基本上也不会换啊，我也算绑定啊。你可以改啊，那可以换流派啊。嗯不，哦卡，找箱子，找箱子，找箱子。真的有点卡在第一游戏里面。哎，姜饼人，哇、哦，好可爱哦！哎、欸，真的有点可爱哎。好了，他叫姜死人。是啊。哎、欸，我知道自己重玩那个玩自己重玩一个记录的时候，我发现它里面真的是做的是有那个呢，就是骷髅头，它骷髅的话，因为它没有血没有肉，所以它的血量是看灰色的。嗯然后、哦对，然后会有一个叫僵尸射手，僵尸因为有血有肉，所以他会有红色血条。红血。哎、欸，你在哪？我在下这里要输了。我不带电，对不起。没事没事。谢谢。没了，我们走一走就上锁了。你应该是被炸筒炸到吧？嗯，不像炸筒，炸筒应该直接就打下去，然后很大声，但是没有，是慢慢扣血。啊，炸筒会有持续受伤的啊。哎、欸，哦，原来是这样吗？这个感觉要跑上。收割灵魂的技巧，太棒了！哦，滑下去是不是？五岁岁怎么爬那么高？危险，下来！啊？怎么了？你猴子哦？你怎么？我能当猴子？啊？走另外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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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里。那里啊？对，爬那个上面。哦，猴子，猴子名叫楼梯。天哪，楼梯不爬，死屁孩。搞吸音呐、啊，按楼下这个嘞，也要当猴子哦。我当然像猴子嘛。你当你当。对嘛？那个猴子，可是这个猴子好像不太会跳哎、欸，哎、欸，猴子怎么用走的了？出生没、欸？我才刚出生没、欸。我在附近看到了一些人，也许他们比我更了解真实情况，用你的专业知识来找出他们隐藏的秘密。从分角色暴徒身上获得购物清单，好的。好的。分角色一个。嗯。我清酱力大地面，你怎么数了？有人数啊！我怎么数了？有没有怪物让我射一下？没有哎、欸。放一下这。谢谢。
会想出这种清单，也太深奥了吧。嗯，我换电脑了。知道这片混乱的家伙是谁，只有狂野的幻想。不要换一下吗？如此扭曲的事物，快去找出来。完成清单，进入路口。哎，隐藏的嘞。现在要进还少一个，对，还少一个哦。对啊。哎，人在这。好。这是哪里？奇了个怪！嗯，船上能喷出装备。嗯。哎，第一游戏也没有骰子呢，只有宝箱。不可能有骰子啦，有骰子有点过头了，那收集不完。我是说，没买第二游戏的人收集不完。也是啊，没有哎、欸，是这个吗？是，是是是，就是。你好棒，游戏天才。哎呀哎呀！哇，找完之后才有那个骰子出来啊！还有那个大骰子，那宝箱好像蛮重要的。对啊，嗯，用真心真爱鼓动。好，走了，走了，走吧。你看到我眼前的景象。占卜最准了，这些树木的所有缝隙中都长满了菌类，让这座森林充满了独特的刺鼻气。哎，可是里面它的语音又是中文呢？对，我刚刚就觉得，怎么会做事做一半的？捡蘑菇，摘蘑菇，摘蘑菇。哎，找到一个。哎，谁？礼貌。这是蘑菇吗？哎，蘑菇有亮那个、啊、任务的。好，灵魂箱搞定、啊。在这里耶。来开。开什么？没有宝，那个骰子在上面，有一个。没有，因为刚露诺找到啦、啊。对啊。所以我想用等你们过来再开就好了。我没差、啊，等下就到了。他亮金色，到了。找一个。哦，哦，你是说这个哦？啊，对啊，这入口、嗯、这就出口啊。对啊，我知道。哦。哎、欸！嗯。哦，有金金的。这是哪里？我做错了。看中三样东西：墙壁、保护古建筑，还有他们的豆子。
哦，然后，哦，哎呦，弄第一个，这样子可以。啊，他这么小一只哦，我刚想说他到底在哪里一直揍我，你太矮了，你嫌他矮。 看不到他啊！完了完了完了！BBQ哥，你没事哦，捡到豆子啦！捡到豆子了。嗯，豆子加一。没有看到豆子。打哥布林雕。很角色。 有人说你丑，有没有？啊？哥布林会说你丑，真假的？好像我听到，还是是我巫妖说他丑？是你的巫妖说的吧？他说我丑，哎，扁他，揍他！啊，不小心按到，白痴哦！没有，我刚找一个宝箱。 对，我没有，我刚经过的时候，发现什么这边有一条光，就是从侧面看传送门。哦，还差一个。嗯，再找。哦。嘿。没找到了。喂。 找到一个，欸，不是，假的，很像欸，真的欸，怎么这一关的这么像？很像。什么意思？我转了之后呢？好像呢？嗯。 声音哦，螃蟹！哎呦！哦，蟹龙哎，蟹老板，你知道每位蟹宝王就是蟹龙吗？什么意思？那不蟹龙啊？你看那不蟹龙是不是像蟹那个蟹宝王？ 我其实对不蟹龙没印象，我在查一下。完了完了完了！哦，就是好像一个很像锁柴铃的一个很像盒子啊。捕蟹龙，确实有点像。嗯，那就是蟹宝王了呀。哎，找到一个了。那确实很像，因为我要死。你死啊！ 感谢叉叉，不是色色的11个月，11个月对啊，快1年了哎、欸。
他还认识繁星一年了耶。哇，弱智，弱智，你的乌鸦骂得也太凶了吧，对吧，变形怪，死掉了，好耶，变形怪最开心了，等一下带你打更开心的东西，什么？更多的变形怪，你会捡到你身上就只能丢10000块的东西下去了，没有10000块。那天我们第一次打，我们第一次打，我们才第二关哦，我们就爆了，爆就爆了。什么？我要死在这了，完了！你在哪？我来了，来了，来！我会！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你不要动，你不要动！皮诺可，这个贼电视。皮路诺可，免疫，叫你免疫，你给我起来，这是螃蟹。找不到箱子，找不到箱子。他的细脚跑哪去了？这是。配方上写着。哎呦，美琪，吓死我！那现在是骨头时间了，天哪，会在这吗？等下去我就死了，算了，没有水下哦，没有，有一个船底有一个破洞，水，感谢生母的100小气垫，好久不见，找到了，找到了，就是在下面了，被换了，在船的这边，哦，哎，哎，哦，没有，你的球又吓到我了。看不上，走吧。对，剩下都还好。便宜。消。阿骚列车。走路是务必小心。哦，感觉。打完了吧？应该不是，应该不是吧？对，一大堆飞龙，就是那个鸟。你给他点尊重哦。挖出骨头。哦。不要靠近我，不要靠近我。什么挖骨本？很角色，他们应该把它叫做可爱骷髅骨骨小吃，而不是什么骨头大餐。将狠角色打成骨粉。没有，没看到。有经过大箱子没看到。魔术，他长得太像那个小箱子。要是我说祝你好胃口，会不会有些过分？的确会。那我收回。箱子一个都没有找到，有啊，没有找到啊。我找到一个，下一个，下一个。这里有点。
好到了。哦，但我绝对不一个人单刷这张图，箱子我都没找到啊，没差啦，不要箱子就好了，然后不要箱子才三个灵魂吗？那少年是后面战利品箱啊，嗯，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我一下。有人抱抱了。嗯。嗯嗯嗯嗯嗯。干嘛？啊，可以了，可以了。好，自动储存。难道说要 boss 打招美味蟹堡了吗？看起来是哎、欸，你看一下这附近有没有宝箱？这个洞下去吧，感觉上。对啊。好像没有。宝宝魔王关没有啊？我们下去吧。到。哦。什么意思？打他没伤害。要的弹药都有。什么意思？他太远了吧，我要死了。哎呀，服了。好吧，外箱。哦，到了。我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电死你电死你。他变好丑。我叫难度一，你刚没注意吗？我们上野打也是难度一啊。没有哎、欸，没事啊。上一关结束的时候，他也跟我们解释说我们打是解锁新装备。对啊，就是他是死了吧？应该可以点神话了。还没啊，三十九。哎、欸，那捡道具。嗯嗯嗯，10%奖励经验，39等了。啊，必安安，不用看了啦，都便宜的啦。怎么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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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挑，我就把我的东西扔出去，给你自己去挑。我很乐意。真的哦。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捡那个剩的。欸、你丢太多了吧？你让我怎么丢？还是你要回去再捡这些？回去再捡啊！回去再捡啊！哎、欸，等一下，我有些可以吃掉了，先吃一下。嗯，这个可以捡。可以了，可以了。嗯嗯，好吧，嗯嗯，走吧走吧。我才刚好身呢。如今的怪物加入混沌密室当中，自己证明这个好喂，跟刚刚一样。嗯。露诺来卖东西。来了来了。哇，太多了。这有没有我没有的？啊，你先看。然后都有，全部都是变成诺诺的钱了。好哎、欸。什么？等一下，我看一下枪，我能不能换
换一下，不用啦，更新一下枪，不用啦，等下去打混沌就可以更新了。你说买枪吗？不用买啦，我说我在选枪。哦哦哦哦哦，好，有听懂了，听懂了。我们去看一下后面转战技能干嘛？好啊，好像都还好哎。哦，这是附魔啦，附魔啦，哎，白痴。难怪那个时候会没办法触碰，因为我没有解开附魔。对，那我附魔一下好了，反正要等附魔。卖东西。我一直很想游览一番不死族之地。哎呦，三手恶龙。哎呀，摘个花。啊。好啊。我是不是要刷的话，就是直接刷元素伤害那种比较好？什么元素伤害？你说附魔、哦、释放咒语？你要的是释放咒语，不是主动技能？对，我全部都释放咒语，可是现在就是卡在那，再来就是能元素啊。它元素伤害哦，现在是释放之后有火焰伤害啊，所以我要把火焰伤害这些洗掉、啊。看你啊，哎，你刚刚说伤害的话，最好是什么能力伤害？那个啊，就是造成伤害啊。我有一个是什么释放之后是提升 20% 的元素伤害5秒，哪个是释放之后提升 15% 的伤害10秒？有哦，好，我刷一下。我要几件要刷、啊，但是。每次都4000就很哭啊！他能不能让我们提升父母币的上限？没有，我跟你讲，那个提升也没有用，一下就花光了。父母王走主动技能发动时 ，fuck， 再见。可恶！等一下再摘了，走吧。好，为啥有人啊？想知道啊？对啊，哎，没附魔币的声音是好多吧？走，在每间房间使用近战对战对十个敌人造成攻击耶。啊？等一下，繁星，等一下，干嘛啦？干嘛？我闪开，干嘛？画面那个瞄准 bug 又来了。你不用瞄准啊。哦，你要的、欸。我刚刚打开。你打开包包。来，我试过了，没有用。我还去用附魔台了。哦，去吧。再见。不要这样。那、啊、你要重开啊？不然讲什么？哦，我以为说再见是你们要先进去。没有啊。没有啊。你看，平时对他这样子，让他有被害妄想症了。其实我被害妄想症本身就很严重。你看，他开始侵略我了。没有，没有认识你之前我就被害妄想症，被害妄想症就很严重了。状态生产比率，可以去摘花了，待会见。去。好，不。呆花我看到你啦，在每个房间使用近战对此人找击杀、欸，
怎么可能？对，难度越来越高。虽然它真的可以自调难度，就是慢慢解上去的、啊，好像也是4到5个难度吧。你去摸门啊，你去摸前面两个门。我喜欢冷风，原来如此。要是心情好，冷面也算是大餐。摧毁每个房间里房间的每个元素桶、哦、为什么看番茄是骷髅头啊左下角嗯没有哎、欸、我看到是骷髅头没事了切换应该就没事了走吧啊、哦、好走吧来你切这个你摸这个知道了他可以跟你讲那个你看是什么能力、哦、我知道啊你们是什么每个房间用近战对时间、哦、对啊对啊就是要用最伟大用近战、啊、接受啊这就不用解了啦因为太难了我们就直接刷过去吧啊太难了哦嗯我想说卡那么久是正常的吗对啊怎么这就中文靠近他们奇怪，可以统一一点吗 ？Hello。只有在你想留住他们时，才会出现麻烦。我们注定要在彼此间搭建桥梁。相反，非要多搭建的是防御机制。哎呦，瓦力！许多防御机制，将自我与所爱的一切全都囚禁起来。他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自己的财富不受外部侵蚀，却忘记真正重要的是内在。咚咚咚咚。哦，好眼熟。门后面的是费尔多，确实有点眼熟。哎，我刚没看到有宝箱吗？没有啊，没有刷宝箱啊，就近战急杀。啊，每次不一样。啊，我还是喜欢开那个有钱的。怎么有钱的？嗯、啊？怎么有钱的？你不是小箱子会有钱吗？哦。你说小金库那种？对对对，零头，赚点零头。哎，我不想捡到这个，算了。哎，我觉得我玩过这一关。嗯、怎么过去了、啊？我这啊，爬的。哦，跳。看来费奥多雇了几个可怜虫的朋友。哦。嘿。啊、哦！真的吗？可以玩吗？这是免费的吗？哇！不行，有点难。我有点难。近战有点难，就很难啊！不要理他。好吧，既然你那么想开门见山，那就来吧。本角色巨怪吃我的火焰。永恒大妖，这概念不错。哎呀！你在干嘛？谁啦？我喊了。等一下，我怎么退出来？刚从 Otto 加 F。Otto 加 F。好。我没有讲，我加 F 四哦。我的游魂在这儿。我确实是点下，直接点下到 F 四啊。F 会加是吗？上面有东西，为什么看不去捡？哪个？嗯。嗯。那边上面怎么上去？那你就算了吧，
这个我也有金色的，他会回去你的箱子里。好吧，就是怪重生的时候死在上面的、啊，没办法。哦，好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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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办法了。哎、欸，繁星，你抓到你的元素枪了吗？没有啊，还是没抓到。费奥多爱把喜欢的东西全都用锁链锁住。这个是锁链，包括他老巢的大门，封锁大门用的铁钩。我以为有车子可以搭。那边是什么？也许你在想，那他怎么才能离开这儿呢？哦，这是什么？告诉你，他从不离开。我经常离开，好吗？去过的地方比你们见到的不多了。他其实也是。哦，你没看过这个、哦？你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是不是？不知道。好好好好好，好，我站远一点，等下救你。我靠，你们救什么？这是怪，对不对？我有一种预感。打那么慢，我帮你。不用太快打，先跑再说。要不再来一轮？啊，竟然没有。没有啊。好吧。那、啊、这里是什么？等下再来吧，我们先去接那个啊。哦。就被骗了，被骗了。木诺要不要挑战这里？嘿。我这里，我这里。那里有什么？好玩的。一样吧。来了来了。那我看他会不会走这里啊？走走走。那为什么可以？为什么陷阱不会下来？你走完了吧？啊，烂东西！嗯，没有想害你。没有啊，上面这边它会掉下来啊。然后应该可能是我过了，所以它不会掉了。米奈去回收一下讯息哈。你难道没发现那个相簿通通都是我的图吗？哦，这个啊、哦，哦，这个那么过，喂，他们的位置很刁钻，但我认为喂，就是松动，哈哈，差点输。哎呦呦呦，这东西还真的，哎、啊，完了，倒了。你不要倒，你不要倒，你不要倒。你倒在哪？你动我不好救，你动我不好救。哦，他在这兒、哦。我开好了。一直被揍。嗯？哦，我怎么上去？对啊，它会滑下来。那、哦、我怎么上去？什么北七东西？暂停锁，然后开始。哦。怎么上去？走的。哦，这走这走这。啊，你那边，你那边举手。哦。哦，好。等一下，这个。哎、啊，你叫我等一下，你在干嘛？你做到了，穿过这扇传送门，我们在讨论之后的。不是你叫我等一下，就你按下去。对啊，我按下去了。哎、啊，你叫我等一下。我想说你要直接走，你没看到啊？谁站起来叫你等一下、啊？我在等露诺。哦。干嘛？我干嘛？
没有，我们刚被什么东西打了一下，我以为是你打我。我打你什么啦？还是有箱子哎、欸，有啊，只是它不是任务啊。哦，好吧。哦。高延恩，老矿坑，囚禁游魂需要花费大量资源，老实说，根本就是个钱坑。无论对钱包还是肺来说，都不是很好的长线投资选择。锁住费奥多大门的一条锁链就卡在这儿，光靠火力根本无法摧毁。费奥多的矿车非常沉重，或许能派上点用场。九十九了，九了！哎，矿车真的可以走哎、欸！哎，怎么有变羊式？倒了，倒了！救命！谢谢。哎呦，我把自己砸死了。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好了。谢谢。怎么有点笨？哎，什么？我也换一下好了。谢。什么东西？我已经救他两次，你知道吗？我知道。他刚路途中把自己炸死。我知道啊。所以我也换一下好了。哎呀。难怪不开台。被发现了。哎，箱子。谁又炸了？没事。是有爆炸的哥布林，有那个桶子的哥布林会来炸。超坏啊！你要不要上来？你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你等一下死掉。有。啊我。他救不来。这是什么？跳蚤。哇，太大只了哇！这矿坑就像费奥多的阳寿。哇。哦，哎呀，都散开懂吗？给头骨一点空间。哦，太大只了吧你？上面有台矿车在飙车哎，好好笑。他什么石骨头？哎呀，石骨头啊！哦。我看到有在偷臭我。我基本就是魔法做的。哎，这很电呢。久了。电。久了。啊，我不想捡到一个2000块的。啊。哎呦！哇，去哪边捡2000块我也要。哎呀呀！干嘛？被电了？不对。地上的钱不要捡，危险。地上的钱有毒。地上的钱有毒吗？
传送取消，路诺正在选单中。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让我要被死骨头打了。啊？哦，我想捡个道具嘛。捡啊！我缺钱。你捡啊 ！OK， 应该可以了。感谢晨晨的追随，那个晨晨是你认识的晨晨吗？快去毁掉他们！是吗？嗯嗯，是晨晨吗？哎，这是哪里？是天选之人的晨晨吗？哦、走这里，走这里。先把，我往下打吧。哎，嗯，还是往下走。嗯，这里刚刚……对啊，你刚刚打磨水晶的地方，可是。但是这里还有，哎、欸，这里还有，哎、欸，这里还有一颗啊。我看没有、欸，哎，在打什么？哎、欸，有吧？哎、欸，刚刚暂停死亡。对，他有跳那个、欸。哎、欸，啊，左边。左边什么？我是给他打哦。嗯。可以了吗？有吗？哦，哦是这个哦，哦哦哦，哎，有了有了有了。哦哦哦，所以这一关都要打水晶，懂了懂了。好。番茄估计在跟家人讲话。嗯。你看他走路走过，用鞋子走。对，手没在滑鼠上。嗯。要多将他的铁钩切入这个世界。哦。这里充满幽魂。哦。哇，都是打那个吗？好伐龙三龙。我要打有意义的，是不是？要讲欸。两颗了，那光束几乎和你一样耀眼。话说，想问繁星，怎么了？费奥多派来了增援，你打破了什么？在这边在干嘛？哦，这个打这个魔石音呢？我知道啊，他怎么没打完啊？我刚才打完一处，我打了三个了。不喽，你要捡吗？
少这一点还能做到。好，快逛，快逛，快捡，快捡。我们是你好。维斯帕又变强了，你为啥帮他？难道你看不到他的真面目吗？我这边有多的穿山鼠设为悲伤之阵，看你要不要接受。没关系。怎么还活着？嗯。这个估计是被烫死的吧？哦，我看那个血条是一格一格大格大格的扣，应该是烫死。我是想说帮忙阿茄打那只臭龙。嗯，阿茄你怎么害人家死的？结果那个臭龙跟我之间有一个投资。我觉得是那条龙直接打掉他，我是用火焰去打的。哦，哦，你没有保护好女生。那个，这里吧。我有啊，我要把他复活耶。对啊，他转头把我垫起来了。一个很淡定转头。因为我看到那个桶子在面前，他突然爆掉，我没死啊。啊，这是啊，要踩这个哦。好，懂了，懂了，懂了。棒。烧掉，烧掉，烧掉，烧铁链。哦，然后射掉吗？哎、我被，哇！哦，懂，会玩的，会玩。这是什么？这一关是要踩东西去烧铁链，然后东西烧了之后就拿枪去射掉。哦，好。硬怀安安，好久不见！一个失踪快一年的观众，阿南也记得他，你好棒，厉害吧？他是玩宝可梦的、啊。也就是说，这种热度也能摧毁的。附近肯定有某种控制机关，能导流熔岩，找到他，然后把费奥多的体重那么烫。哎、欸，不要打我！他有背那个冷冻罐呢。啊，好了好了好了，不要靠近我。哎、欸。哎呦！你怎么打不掉？你们打掉吗？我现在被哥布林欺负中，好吧。先进不了。没空。好。哎呦哎呦哎呦！不要再揍我了。哇！你都难射、啊，哦，要死，完了！救援行动开始！啊啊，有点远，有点远啊！等一下，可以，没事。啊，我起来了。嗯。哎，烧掉了，你那个烧掉了。哎，阿切，可以。不要。陷下去了啦！要踩那个，我有踩啊，我肯定是有踩的吧。哎呦，我又要输了，我又要输了，快跑！不要再揍我了，我无辜的，很痛啊！人那边的融化掉了，我的，没中中，还是踩着那龙啊，踩着就好，不用射哦。哎、欸，真的哎、欸。嗯，我也想，但是怪在揍我。没数，我是怪，我也是揍。我也是。啊、我下次问露诺，我跟怪同时死掉，你先捡道具还是先扶我？当然先捡道具啊！你看吧。还在那边说啊？没有，我还在那边说，我为什么你们？我垫。
准吧？准。你看吧，你跟怪倒地，我先电死你。可以。还没收到吗？这条？还没，因为我在那边怪中。哎呦！我踩。好，你踩。你踩，我捡道具，逛街，我 shopping 啊。断了吗？断了。啊！击杀狠角色。Where are you？ 死了。这里。要十点了，我没有要玩宝可梦啊。你们要玩先去玩啊，我还没有要玩啊。抢首发又不会比较多人看。我还有枪声。是钱。哦，你还哦，你哦。暂停死亡，然后开始。啊，我捡完了。木木，我是不知道啊。丹丹，哇，主动取消掉，猛耶！哎哼哼哼，不要跟钱过不去。他一直都不要跟钱过不去啊！问他要不要开台的时候，今天不要。本来想开呀、啊，本来没有啊。应该剪完了吧？我操，分掉了！你做到了？铁钩青 XIA 小吗？先跨过我尸体再说。好啊，我正有此意。XIA All Jin 07022NN。希望你已经准备好战斗。测一下。哦，对，这里是哪里？哦，准备好就穿过传送门，开始战斗吧，英雄。boss 咯。可以再战的所有幽魂。不，我自己能修好头盔。烦。你发现我想帮忙了吗？回答，你没发现。哦，可以按了，白痴哦。我想说你在等诺诺呢，这里有那个、欸。你看，你叫诺诺啊，还在那边说我说开始叫诺诺，没有啊，我只会叫诺诺啊，我不会叫诺诺啊。他刚叫你诺诺，没注意是怎么开？这个拿不到哎、欸。没事啊，里面钱又不多。对啊。好吧。哎、对不起，我按到。你看，大牌，阿比说睡觉。好。看看你，为了争取化身伟大的机会，就如此赴汤蹈火。和其他幽魂一样，你肯定喜欢惩罚，简直就是为此而生。好，作为这里的君主，我有责任将你。凌迟处死，快点，快好，大家去。
哎、欸，等一下我们看猴子跳，快点快点，你们先不要过去看猴子跳。你要跳是不是？有没有猴子在跳？有没有看到？他在滑。哎呦！啊！他很开心耶。去吧去吧。哦，可以可以可以，我的，哦，他在睡了，好，来吧，走，可以了。在打电池，啊、哦。打那个电锤，啊、哦，它的盾会转弯，好酷哦！啊？在哪？换关卡什么意思？好酷游戏，这什么？啊、哦，不知道守塔是不是？啊、哦！阿且，你冲他小。啊啊！啊？电得到吗？我电不到哎、欸。好啊。再见喽，我先走喽。嗯，好，交给你了。交给阿且，交给阿且了。他说交给他。能听得懂吗？不是哎、欸，你们直接跳上来就好了、啊。哪里啊？走到最里面跳上。啊，不是啊，你说你先走了啊？啊，想说，嗯，那我就先上去了。对啊，嗯、上来 ，boss 交给你了。要不再来一轮？你有听懂吗？我们要玩那个青蛙过街。啊，怎么有人死了？好啦，走吧，我们走。啊，这边不能走，好不好？我欠你一次。啊！我会死，会死，会死！走走走走走走！哎、欸，才刚跑，我才刚下去哎、欸！靠！来来来来来来，不同的。哎、欸，这个比较简单哎、欸。阿姐，阿姐倒了。哎呦！够了没啦？要的弹药都有。然后眼睛有点亮。你们为什么走正中间、啊？他边边可以走哎、欸嗯，这么有自信，好强啊、哦！天哪，我要数啦！不要再揍我啦！不要再揍我啦！这什么声音？终于从万有恒的沉睡中苏醒了。那是。好耶！不掉了。捡捡捡捡捡捡，弄捡起来。哇，欸、这个好猛哦！看起来好像很厉害。嗯。感谢月雪的14个月，苏苏安安。我们未来可能还会贝利沃暴击几率哇！
我打到一个从来没看过的戒指。它就是加我这个手枪弹药、手枪暴击用。再丢几个。好了没？哎、欸，好了。我有你。哦，开心。捡不起来了啦，要去回去开那个。就在等你呀、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就在等你了。我将灵魂移出体外。卖东西了。那个世界里的成功关键就是不断尝试。恐惧之海在这儿汇成了一道恐怖海啸。妈呀，我好有才华。镜子里有骷髅、永恒之火和一个恐惧之灵，简直像回家过年。这些游魂生活在极度恐惧之中，不能说是生活了，不过谁在意呢？没有，你全部卖掉，因为你没有吃过，他不会让你卖。你卖到不能卖，就代表你没有吃过它。啊？你卖到不能卖，代表吃过它，相反的吧？没有吃过它。哦。我说没有吃过它吧。这里有那个吗？虚空保管箱吗？有啊，好像没有在里面。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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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你想得到的应有尽有。哦，哦，哎，没有啊，升级包包就不行了。啊，对。这是这个魔法是不是可以来试试看？你看哪？换一个魔法，这种。啊，好，什么东西？你那什么？嗯？哦，吐了一堆。卖东西，卖东西。我一直很想游览一番不死族之地。今晚月黑风高，适合直面恐惧，感觉差不多，以及其他人的恐惧化身。
最后一个，先查一下，等一下我先查一下哦。再放一个东西进房间，枪头可以回每个房间的元素桶，看到桶子就打、欸，怎么办哦？太快乐了吧！你好了，开哦。嗯。嘿。新美塔吧，长那么像。镜里有可怕之物吗？怎么只有我？虽然我确实亮得可怕。我在镜中看到了你和我，那些隐藏在表面之下和在你眼前撒谎的怪物。我们奋力成为最好的自己，这样就不会被镜中的目光灼烧灵魂。但如果我们能以火攻火呢？只是比喻而已，你也可以使用冰霜、剧毒、闪电，千万别忘了。重点是，有了正确工具，我们就能改变眼前所见。谁能控制自己的视线，谁就能重塑世界。哼，想想看，我就能做到。嗯，对呢，元素桶要打哎，有人要死咯。在哪里？这波金币看上去有点轻，但颜色就先这样吧。永恒大药，这概念不错。还是赶快把你变成肉块蛇好吗？这么高，来瞧瞧啊！发现元素桶好难找，没有加个区域吧。开关，他想要把洞口炸毁了。我拉，嗯，没有啊，已经开了啊。他是拉，然后矿车会走出来去炸，炸下一关。哦，哦，他已经到了，快到了。诺来，
免疫的。你要用近战靠他，你用近战打他。哦。虽然我是觉得不必要了。它是什么？那种宝藏哥布林那种东西，会喷钱呐。我怎么感觉打他没什么伤害？对啊，正常啊。啊，我们就是都我们都不是近战的啊。啊！打他会有钱。啊，刚不是讲了？我要死了。有没有可能把钱交出来？你想跳打看看是不是？好像没什么用。不是，没什么用。有没有可能是我的十字镐在作祟？你还拿着十字镐？我还在拿十字镐啊。可是他确实是有喷。有啊，那我不打看看。有啊，有没有没有没有。对啊，我就说其实只是搞在搞。那这只打完嘛，我没有，好像没有真打死过他了。他没有打的话，又会传送走。传送走了，好像走了。传送走了。啾啾啾。那霸凌小蘑菇。还有最后一块金币在等你呢。哦。金的石头人，都是钱。找到两个哎、欸，要走吗？你要找？你这边有一个，找一个，要。找一个。对吧？嗯。好了。捡道具喽。嫉妒，等一下，不小心捡到了一个垃圾。等一下，哎，我捡到好东西耶，叫成这样。这没有用的。哇，这种狙击按得那么快。按了，按。我的魔法永之不竭。米粒安安，世界的统治者真是变态到了极致。击败五个敌人并摧毁战旗，还把我的旧军旗，还要打袁术同。他演的巨型旗帜，而且这些旗帜受到骷髅的严密保护。原来心不算袁术同。我内心深处，他还是很爱装死。起来吧。连鬼都骗不了。干掉这些骷髅，然后摧毁军旗，我不需要他们了。这是什么？哇，骰子哎、欸！这里怎么大骰子？这种还不行。打他没反应啊！这是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只能二十面骰。不是，我说这里做知道是玩那个 TRPG 会用到。对啊，这就是 TRPG 有背景的游戏啊。你还看不出来吗？我看了这么久。你还看不出来？我们就是角色扮演在一个旗子啊。啊，进入战斗啊！我想说，算了算了，
觉得没有，我说那台啦，嗯，叫什么去了？哪一台？那个啊，那个用来甩骰子的那一个塔。对啊，之前有看过一个很酷的。你是说掉下去，它会在里面像转蛋那种东西，然后滑下来帮你塞好那个？它会是一个旋转楼梯，然后你从上面丢，它就会慢慢滚下来，很可爱。啊，就里面有那个啊，有像板层板吧，还是什么的？它是防止人家啊作弊，没有好好塞。对对对。小安叫我们抢什么战旗，可是我没看到任何战旗啊。嗯，现在呢？摧毁战旗是杀毁。然后击败敌人，并摧毁其战旗。哎，战旗不是这个吧？等一下哦。你说骰子吗？哦，扫到了啦，那个红色旗帜啊，挂很高的，应该说挂很高的旗帜，射射看。要不再来一轮？挂很高的旗帜。哦，看到了。就那旗帜啊。那还是那个。要先打完才能。啊。懂了。那你测测看，应该可以了。可以了。对对对对对。啊，看到了这个位置。地图标好了，咱们上路吧。先别射，先别射，还没摧毁。哪儿？我射射射射射！立了这么多 flag， 我还是无法看到悲惨结局。发电机。哦，可以射出 TNT， 这么酷。哦，这么厉害！我还真的是 TNT 哦哦哦，是真的 TNT 耶，酷哦！不知道你看一看，嗯，前面前面前，嗯，哎、欸，为什么？没有技能啊，技能啊。哦，好帅啊！还有个呢，是真的 TNT 哎、欸，太前进了。那就走啊。那这个我们可以。哦。哎呦！救命！我先摸一下，好。嗯。谢谢。伙伴咒语暴击，伙伴强制咒语暴击。好了。你的名字是叫古之书。哎，还少两个火药桶，还有元素桶。不太好笑。木盾。等一下，去拿我的鲁特琴。证件、道具。啊！啊啊啊！哎、欸，你有捡过传奇词缀的东西吗？什么意思？你看，等我一下。它的橘光也不太一样哎、欸。嗯。传奇词缀。对啊，之前顶多就是混沌嘛，然后虚幻、幻变。没捡过哎、欸。
吐哎、欸，没注意到。没哦，我有那几个元素桶。你有什么？传奇的传奇词柱，我现在才发现到。你是身上啊？哎呦喂！哎呦喂！哎呦喂！这是考什么？我刚有注意到，好像在烤猪肉。你是不是想说什么梦见露诺？嗯嗯，原本想讲哥布林，但他长得不太像。哦，看起来怎么像？说像是一头猪吧？他不是猪吧？感觉是蜥蜴人呢、欸。干嘛？是猪吧？先顺便捡道具啊！这里我居然漏掉了。钱，都是钱。哦，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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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喂啊！啊，做完了，没了。好嘞。借融合回忆与幻想，就像是不太记得的小调。啊，我刚才喝水。这儿的统治者就住在我的记忆裂痕中，游走在煤气灯投射的阴影之中。他偷走我心中之核，我不藏了回去，我需要拿回他，必须找到我的洛克奇。白痴！煎蛋破坏。我现在好想吃煎蛋。煎蛋。究竟是翼龙吃了乐器，还是吃了乐器制作师？看来这世界的翼龙会是。哦，煎蛋破坏哦。好像是蛋生出了一个乐器，然后他说蛋吃乐器呀、啊。你的心很快也会，因为我刚想起旧宝藏在哪儿了。这些翼龙看来越来越不错，还烧几个元素桶。扫四。姐姐，你在烫我姐。我不烫。终于啊！他被烫死了，姐。姐。哎、欸。哎、欸欸、，sorry 啦，跑掉了。哎呀，我以为你不会倒嘛，对吧？哦哦哦哦。没注意到，没注意到。你给我带死神的礼物了吗？不欠，不欠。反正你顶多少个几万块钱而已，再补给他就好了。然后打给哇，几十万啦！我现在死掉，可是轻轻松松就是你一场钱哦。哇，你现在是觉得我是一个？可以用钱收买的吗？是，我是。好像没有了嘞。还行，还有一个吧，我刚刚看到。没有一个、哦。有吗？一个吗？看日志。差一个。
这里。好诶。好了，繁星后面怎样？我们干嘛？你说我后面啊？我看后面没东西，明明就在你那边。你的背后有一个武器箱、啊。我后面还是你后面？你后面。我面对武器箱呢。哎，你刚刚不是面对那里吗？还是我看错了？哇哦，这箱子看起来太贵了吧。再拖拖我一下。哎！别看我，没事哦，我路过。梦见路过。路过。啊！左右啊，左右啊，什么东西？应该是你啦，因为那个是黑魔法属性的啦。怎么又我？好吧，不然。等等，我干呐！回去找记录档。我不知道、哦，我被车子的阿杰说他路过，那可能的原因就是你了。因为我也是经过，想说看到那边东西准备要射的时候就输了。那我们找完了吗？找完了、啊。暂停死亡，然后开始。需要怎么开？这样吗？启动后、有没有看到启动后？哦，从巨怪取得拉杆啊，所以有要打巨怪啊。等怪，等怪。他要去怪了。哎！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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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电，我来电，我来电！幸灾乐祸呢，我好坏哦。真的哎。哎，他笑你，他笑你。啊？谁？谁讲最大声的还敢讲、请问这边在场还有第四人可以讲他吗？无聊啊，无聊笑他啊。对啊，番茄啦，番茄。又会战斗，又会四处探寻，还会放置拉杆，你简直无所不能啊。切不切，元素桶找完了吗？好像找完了、
韩吉啊。起来了！宝藏室打开了，快去拿走你的劳动酬劳吧！我们就只为了这个宝箱而来吗？没有东西可以丢了。想起他们从我这里还抢走过什么，那就是我的生命之光，我想要把它夺回来。我想去楼下一下，露露你慢慢逛啊。他已经没东西可以丢了呢。我再逛一下，快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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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包包几个？62。哦，那还有得升呢，还可以升四次，这样。嗯，感谢老鼠的100小提点。老鼠，紫米科。阿基鲁又哈姆达咯，唱错我知道，你唱。哆哆哥哈西鲁又哈姆达咯。对啊，第二句啊。哆咪哥哈西鲁又哈姆达咯。最喜欢的东西。网络不好，估计等等测，只剩打字功能。还有，好的。向日葵的种子，给你的，哎呀，小起点，哎呀，对不起，我沾到油了。哎、欸，你们学的好像、哦，哎、欸，我以为你故意的、啊。东西，我故意。因为他都会说手滑，手滑，手滑吧？哎呀，谁手滑？老鼠啊，老鼠，哦、你今天用手滑了是吧？嗯。哦，你是说理性消费担当吗？对对对，请问说，那请问这个很像、这个100小节点是不理性对不对？那我要看一下理性这个意思吗？没啦没啦没啦，哎呀手滑，我回来就什么东西手滑？没有啦，你不要知道太多比较好，这是打招呼的费用，这是不理性打招呼的费用吗？怎么有个盾牌漂浮在空中了、啊？哎、欸，跟6500，哎呦，我快受不了了！怎么鸟呢？赶快，赶快，不要看，不要看，赶快过图，赶快过图，不要看，不要看。再丢，再一下，再一下。理性的相反，你看你们家，我等一下就用这笔钱让你们家露诺的包包扩大。对啊，现在我的角色缺钱。还要两个，等一下啊！你不是，人家都从楼下回来了。我在努力快了啊！再丢3个垃圾，等一下就让你强迫症跟发作。
好不好？番茄，等下去打那个，没问题。能赚钱，啊、我也想赚钱。不要啊！我觉得一场可能他要挑个5分钟到10分钟左右。没，然后后面就会习惯，然后后面就跟他讲说，1万3以下的都别捡了。认真认真，待会是13000以下的都不捡。那模式我们打了一次之后，我们不会想打第二次，因为真的太很痛苦。可是很爽哎、欸，是没错。哎，这怎么？好，汤姆太郎，拜拜，感谢你的小指点，祝你个好梦。不是什么？是咪。拜拜。嗯？你说什么？没有啊。元素同。他说：“对哦，是我，不要别打，别打。”诺诺想要扩包包是不是？加钱给你扩。对啊，啊你扩满了吗？哇，我满了。哦，我满了。阿杰扩满了，我看到他跳成就。哦哦，对耶，40个那个。天有成就。我看到了。哎，不要推我。在看不要带我，没有，不是，是你开游戏的时候，那个会显示说你的朋友在1月5号包包扣满了。对，哎呦，不要不要不要再出，不要不要，生气的，不要，高下高，哎、欸，这什么合成龙？合成龙，暴怒合成龙，那我换一下，暴怒，梦见暴怒，梦见路怒、啊，在哪里啊？是这种人吗？暴怒龙在这边呢、欸，哎、啊，先这样子先打一打吧。哎、欸，露诺，嗯，露诺，有没有看到右边？啊？哎、欸，哦，看到哎、欸。1000块，哎呦，10000块，9000块，10000。请问为什么一个元素桶会爆出一个传奇装啊？总会有啊。我不知道哦，箱子开的吧？他隔壁的箱子炸到的。哦，没有哎、欸。哎、欸、，no， 给你换法术。我上次好像给过你这个东西，看你还要不要再用它。哪一个？那什么？啊？这是什么？这个其实是真伤好东西。那个番茄你可以用，你知道吗？可是它不是它，它真伤很好用哎、欸。嗯，你知道我就是现在已经把我那个地上有那个嘛分裂的那个火给那个改成这个，不是？先给诺诺吧，我要收花，其实很好刷。你那个开了之后是在时间内，你的那个伤害会增加。我知道，我在跟他讲，哎、欸，这就是你现在有个做那个进度条，对不对？你就这时候攻击、嗯，攻击伤害那个攻速都会变快。然后，对，然后包括我的那个，这比较适合你们吧？嗯，如果你是丢枪流的，好像比较适合。我有啦，我的他的我给他了，是我给你的吗？嗯，我给我的啊。嗯我现在生产在另外一个，不用你来了，我后面再自己刷就好了。啊，是这只啦，白痴哦、喔，阿切。有印象了吗？到这个，好了，我不想打他哎、欸。那你不要打、啊。我先找一下元素桶吧，不是在烧几个。在你隔壁啊。哦，那个不是，这不是元素桶。啊、哦、啊！对、哦，我这是血的。你这只救尾王，你还说不想打他，那怎么办？好像也是。哎，好像上树洞找完了吗？看到武器箱了，冲啊！我会没有啊？我不知道啊，还是真的少找啊？因为跳过去好像要打王。你差了。那种缺那个东西的。好啊，诺诺来跟这只龙玩哦，很开心哦。好来了，刷满了。哎，这太开心了吧，开心到有点开心哎、欸。
我们其实在玩混沌密室就最讨厌遇到他了。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看一下。谢谢。没事啊，他才15的难度。哎，露诺去，嗯，快点，游戏天才，快点。哎，哇，露诺你怎么没让他死？啊？没有啦，对不起，没事没事没事。啊？你是在骗我？你就你，他刚才骗你。我又倒了，啊，我又起来了。露诺，再去摸他一次。好，来了，哎，好嘞。有两次吗？你怎么骗人呐，啊？说还有一次，骗子哇！我们一个人骗他一次呢，我们两个都打过，就他没打过，我们是没打过这个啊。你最好。我没打过这个啊。你最好。你这里我没打过啊。卧槽，这是哪里？什么东西？哎，欸，没拿过这个哎，欸。什么？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活水，嗯哦，嗯，我活水，你玩过罗吗？纳米是不是？对，纳米。你浪跟纳米的浪也差有点大。换你来，给你。我不要。所以最后一个元素桶不用找了吗？不用，你好找。不要，这边都是爱心箱。我怎么回去？那我再看。不去了，啊。有吧？这里啊。可以。哎，欸，哦，没有，那是那個。那不是。哎，欸，一人骗一次了，啊，是不是？很会哦，五岁岁。哎，欸，那这样等下大家打难度几的？陪他打，啊，他现在只能打15啊。嗯，哦。玩难度几哦？想说可以用，那你要重开啊。千万不要恐惧，那会。哎，欸，这不是伪王。还有，刚刚不是啊？刚刚有没有说伪王？哦，都要打筒子，怎么还会是伪王？别傻乎乎受伤，这个怎么了？啊，这才是伪王。对，要换武器，换个武器。云影，嗯嗯，要打小怪吧？啊！我电，哦。他一直被推，是啊。哦，太精彩了！击败了恐惧本身，感觉如何？感觉我的心比包奥凯再重些才对，懂我意思吗？当然了，你收集了太多游魂，足够换取一份大奖。到恶魔园来找我，咱们算算账。好喂，都找他，算账，算账。点他，做啥？奇怪，怎么会走到地牢里面去啊？谁跑到下面开箱子啊？我刚刚打完我就去闲逛了。
跑酷跑酷。哦。好东西。嗯。没有啊，这里有好玩的。可恶，刚刚没玩到。因为我刚才发现上面可以走，笑死。你走喽。等一下，我先看一下这边有什么东西。没有，都看过了。好，没东西，走吧。不给看呢、欸。反射出怎样的怪物？买东西。只有你能知道。买东西。看一下。听到从远处传来的铁链声。诺诺，嘿，交易，交易，嘿，要给你钱，我要给你，你玩到这款游戏还没有见过数字，好，他说哼，我看过了啊，哇，真的假的？真的给你啊，因为后面就是升，就真的是升了啊，谢谢阿铁。好多、哦，我等下还有第二个会给你的。我现在是超级有钱人了。啊，他有钱了，我不用了，我不用了。他有 Sugar Daddy 了。Sugar Daddy， 天哪！林双安安会买季卡吗？有，我有个，我也有个 Sugar Daddy。谁？我吗？我不是你吗？不要误会了吧。哦，没有，你没有误会，你很棒。哦。哎、欸，你那边估计会有几个啊？你的每个都会买，对不对？哎，无意不用买了吧？无意我想给他买头啊。所以无意还是要买机票。哦，原来你问机票是个机票啊？啊，不然呢？因为你说的是乔蒂娜的机票。白痴哦。基本上都要，而且我已经算好了。你，我四只，你，然后杰克六个。OK， 我很棒吗？嗯嗯嗯。反正现在季卡现在，自从我入坑之后，他季卡都是我帮他。应该说，我入坑之后，你每个东西都是我帮你用的。哎。很好，有人养，最快乐了。第一次体验到被养的感觉，开心吗？嗯。去收集。跟你要买六张，对啊。你是单纯有六只账号，而我是单纯他是四只账号跟两只寄生虫。而且九色鹿无意不买真的很可惜，很多很好看的衣服哎、欸，没办法、啊。然后岩霜那边有多吗？我可以叫露诺去蹭那一张票。哎呀，手滑。哎呀，手滑！哎、欸，等我一下，你们好，等一下先传去混沌密室。哎咻，好，哎、欸、爸爸，先去升包包。好，那如果你好，跟我讲。去丢个垃圾，洗个手。啊，你记得不要再选单呢。看一下，他无意上一次试机，我已经解了、啊。那时候我请别人代跑解那个带献祭了。弄好了吗？我卖一下东西，等我一下下。其实城镇那边也可以卖了。哦，好、啊，那先过去好了。
走吧。走吧。走起，走起。那个星星不敢。其实目前光遇检票活动，你只要第四个任务，你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了，只要接不要解就可以了。同平台、欸、同平台的玩家也可以互传，所以我想应该不会有太大关系啊。你可以不解没关系，真的。而且不知道那个 bug 还修掉了没？你怕罪？对，那时候我也很怕。可是我怕，我更怕，因为那时候我更怕的是后面 bug 被修复，所以我趁那个 bug 还在的时候，我请别人帮我跑。很多东西会看不见，对啊，就是看你个人觉得，你怕坠机，你就不要去尝试。但你不怕，你肯定你有想要看更多东西，那你就去请别人帮忙你带献祭。哇，好冷哦！冷冷冷爽。我问你要不要喝热的珍珠奶茶哈？阿无意上次第四个任务有解开吗？他们在讲什么？他问我，问我的无意。哦，他请人的。嗯，然后就在、你是被迷路，露诺。露梦见露诺，五岁岁你去哪？找不到露诺。我想说，我鞋怪怎么会逛到你在这里？哎呀，差不多啊，差很远啊。露诺，严霜说你有机票，记得找他拿。有啊。露诺、哦，好啊。嗯，谢谢。不客气。不客气。关我们屁事。嗯。严霜都很可爱。咦？十五号。哦。对。哎，所以他前面是真的。必定会那个吗？会掉翼吗？还是不会？那只是画动画而已。什么东西？就是一开始不是鸣龙会来撞你吗？那会掉翼吗？我不知道，我问一下，因为那时候我看到一个影片是说什么如何不掉翼过什么季节第一关。哦，我记得那时候是看到这个东西，啊，还会掉翼的任务哦，太过分了吧？亚露诺，我问你，现在要去哪里？密室，露诺，你剩多少？我剩……你升完了吗？看一下，这样就可以看了。看一下，目前无法接受交易。那你钱都先给我。我都给你，我剩十一万。我要去升个装备，我要升个包包。你包包还没升吗？仓库啦。哦。这是我的全部了。好啦，我还你。我觉得如果只是被米龙撞一下，哎、欸，不够哎、欸，对不起，我要百万的，还你，多给你十二万。不够我的值。对不起，微微。我刚刚生完了。那要大家去痛苦了吗？走啊，感受痛苦吧。走吧。你说捡东西捡到很痛苦吗？对，不会很痛苦，很快乐。怎么会痛苦呢？痛苦是另外一方面。怎么会痛苦呢？里面通通都是宝箱怪呢，怎么会痛苦？好，你教他怎么挑吧。好，来梦见露诺，他第一个就是了。你选，你跟巨龙领主聊天，第一个不是叫什么模式？看一下，哦，特色路线就这个，然后我开始。这样开始啊？对，这样开始。接受。没有开门呢、啊？你没开啊？露诺，我按了，我按啊，我按，你没按好。Go go go go！ 那我要换闪电了。要啊。哎呀。嗯，没有，因为它里面有个，哎、欸，怎么换它这边？哎、欸、哎。欸
这真的是，哎，是选错啦、啊。要出去吗？还是打完这关？等下，露诺，你按 tap， 然后选那个混沌密室，嗯，然后选放弃吧，还是怎么的？有吗？这上面是那个哎、欸，特色路是线啊？是，那怎么变这样子？我在想是不是那天真的只有我运气好看哦？没有，我好，那不然先打完哈，不然我私下有在打、啊，哇，没得玩了。怪怪的呢，哎，没有吃过的，还是出去重来一次？要出去吗？可以啊，把阿千移开。我记得是啊，不是特色吗？还剩两三天的样子，可以吗？不要，选放弃。他的离开，我离开啊，那就离开。闯关失败，然后我东西有卖，捡出来吗？对啊，是特色啊，刷新了啦！你看他过期倒数是6天22，哇！那就没得爽了，那打混沌试炼，没了，没得让露诺爽了，没得让他看他痛苦了，没关系，混沌你可以让他痛苦一下下，小痛苦，不会啦，他应该会很开心，那我们到不久。不会痛苦。神圣领域。如果这任务是要站在那个圈圈里面击杀，哦对了，那个没玩忘记了，没住，因为其实后面我们玩到后面是不会管这个任务了，没有，因为后面难度太难了，不要看，因为有站不了，对，有些他死掉后会自爆，然后那个区域我们根本站不了，就放弃了。好了，输了，被揍了，就你在射我。给诺诺选。让我捡个道具先。我去找个骷髅头。好。来，就是刚刚不是说会喷东西吗？我跟你讲一下哦。中等叫可怕的泄露，这个泄露是只要他那个怪的护甲血量掉，只要有掉，附近就会有一团、一团那个元素伤害。然后我们不是要站点吗？然后常常就是点上全都是元素伤害。哇！你会看到那个点不是红的，不然就是蓝的。所以可以玩元素一出啊。好。你上当了！经典的英雄陷阱。怎么有一个30000块的衣服？金色很赚吧？对啊，我看一下，我想看看。来增加难度。25%，哦，这个我用不到了。没伙伴。哎，所以如果你包包升满了吗？还没。还差一格的样子吧。哎、哦，我现在几个？
我现在68个。哦，对，差一个。对，差一个。那怎么了？应该没有骷髅头了。全亮亮的那个，全红色的，全红色的。啊。然后亮亮的，两个亮亮的。两个都亮亮的。那个不是那个巫货在他家吗？我怎么还记得？我都已经忘记这些东西了。什么东西？他说这边是巫货在他家吗？哦，对啊。那家伙很快就会。嗯。螃蟹真的是我最想最不喜欢打的欸，他会把子弹弹开了。对啊，他会免疫啊，我很不爽。我妈头，我电，听不到啊！我死，在哪？又在哪？又在哪？地上，地上，完了，我完了！等等等等等，摸得到，摸得到，摸得到，我电。先摸再电，有钱。我数了，我数，我电。阿钱，可以吗？好，我起床了，我起床了。啊，我起床了，我起床了，阿钱。我来了，我来了。你起床了，你来什么？我帮你们打了。哇，第二关就1000哎、欸，开心。看有没有额外生命可以让我买一下哦。哼，3000块，哼，不会看不起。哎，真的没让你玩到，地上全都是一万一万一万的感觉，好差哦。既痛苦又快乐的。哎、欸，有生命啊。买啊！我买到了。哎、欸，生命加一。对，哦、但是就是额外生命。对，复活次数啦，这样想。嗯。但我们买一个会越贵，就是哎、欸，这边有骷髅头。每个东西都会越来越贵，它累积的。骷髅头。哎、欸，我怎么记得是在这里？我也不记得它没那么贵。这里啦，找到了。哟、嘿，喂，哎呦！好快的比赛，平局了。好，诺诺去开吧。来了，哦，这是什么？哎、欸。这个很适合我的咒语魔法魔法。还要变难吗？你刚死了哎、欸！我刚死掉是一个意外。那再来。等一下，等一下。我看一下这是什么魔法。放啊，你放啊，你放。哦，他这样一次射出去。就。哦，好酷哦！但没有很喜欢。哇，好酷哦！再见。不想换一下换。好了。那个。哎、欸，那个，你看，你还要再踩的话，很危险哦。
这就不用踩了啊。起来前面，这边还有那个可以打。哎、欸，怎么就在这边？哎、欸，你打掉了。嗯，魔石哦，没有说。哎、欸，没有，我没打。那我们就这边，这边还有一个，不见了。我踩看看哦，踩一下，嘿嘿。哎、欸，我刚刚看到地板上一大堆水晶，怎么不见了？哎、欸，队友吃到也可以吃到啊。那我刚刚看到那一边没有人，然后他就突然一大坨不见了。嗯嗯 嗯，有没有可能是我吃的？嗯，我唔知。十字刀、暴击、填充瞄准。在哪里？安心，阿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什么什么东西？这个天花天上会飘一个紫色的东西。你在哪里呀、啊？我在对面。我感觉之前没看过这个东西。什么什么什么？哦，那前是 bug 啦。哦。那表示你玩的不够多。嗯。怎样？骨头呢？哦，看到。是这个吗？嗯，是这个吗？你先摸一下那个开了没？那个应该是我开的啦，给你开过了。哦。啊，这边这边这边，挪这边。啊，来的来的。不同。可以。射他。啊，射了。好。哎，我本来要华丽登场。嗯，八千块耶，捡捡捡捡捡都是钱。八千块你就捡，你没办法、啊。八千多元，一万呢？要不要刺激的这个？我知道该去哪儿了。嗯，可以啊。可以叠哦，它的难度可以叠上去，然后水晶也会加倍上去。我上次有一场是打了四个这个，请问你还活着吗？我活着啊，然后那一场拿到一万五一个人，哇！但是很困难啊，我打到子弹都没有了。你的流派又是消耗子弹的，对啊，伤害够，很费子弹啊，最喜欢这种的人，跟着就好了。死方面有点乱，我看不到。哪里？他起来。这也太花了，我又倒了。我看到了。好，他死了。方面有点花。不是，赶快去这些捡完啊！你看。我们刚刚多少？1000多。
不会是一千多吗？忘记了。哎，三千多吧。我看一下啊、哦，争议好。嗯，没有争议好友应该是可以啊，就是比较可怕的泄露啦。可怕泄露太痛苦了，不只要闪怪，地上东西也要闪。我们要帮为了露露再买一个生命啊。嗯，你确定是为了他吗？不是因为你吗？为什么会我呢？你刚刚是死了，人家没死哎、欸。那是个意外。那我选了困难。看看你怎么解决。妈呀！哎，这里有骷髅头吗？看一下。哦，伤害。没有哎、欸。那没有骷髅头。对，这关不会。对啊，好像没看。好像没看到。走走走。走走走，走了走了。等一下，你刚是把它变红了？对啊，怎么了？怕什么？混沌食物，你还会怕？混沌食物哎、欸！我把那个法术切回成那个。你没有切哦，白痴！我一直用电啊，帮我切一下。哎，感谢鲤鱼的63个月。妈，63呢？元老，真的是元老哎、欸！啊，到了，没事，我站起来了。猛欸猛欸进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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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没有这时候死这时候死还是会扣啊会扣不会扣啊会扣吧我之前会死过欸结束后死掉不会扣啦、嗯、我单刷的时候死过啊但没扣啊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是结束了结果你死了然后我那时候还在跟你讲话你妈不是没有，那时候没有扣 啊，那时候没扣啊。那哦，没扣。那时候是因为你死掉了、啊，前一次啊，够一次的，是不是？什么东西？哦，不然我们现在来试试看啊，我去自杀。不用了，不用了，不用客气啊。我没在跟你客气啊。不然你知道没在跟我客气的啊。你看他说没在跟我客气的，你也不用跟我客气啊。是，这关好像没有骷髅头哎、欸。有啊，哦，这不就开了？哦，你开了。闪亮，登场。这上面都紫跟蓝耶、欸。嗯、啊，你都紫跟蓝了，我还有绿的、欸。哦，原来不是因为难度增高，所以品质比较好。再好像是海岸边吧，没记错的话。完了。怎样？包包满了。满了。低于6000的别捡。哦，再丢了，再丢。玩到后面低于10000的标签。嗯，我现在是低于16000的美卷。反正你就把蓝色跟紫色丢到外面去，只是会捡，他会帮你收回去。会捡黄色的那个衣服而已。好，可以了。为了分享都不跟直播。我为了分享跟不到直播都不跟直播
龙不跟直播，要心碎了。暂停死亡，然后开始。哎，我突然在旁边，完了，倒了倒了，倒了，谢谢。救了救了救了。感受到赚钱，得继续活着，继续杀人。欢迎加入家族。哎，我又倒了。有倒、哦？应该，我应该赚钱，没事。不管应不应该啊，要救还是要救，危险。哎呀。没有啦，讲真的啊，讲真，讲真。这鲨鱼真的是很凶哎、欸！对啊。我换一把武器，冰免疫我打不到，可恶！哦，请你换武器。白痴，我们捡的那個、我刚不是讲说传奇那个吗？嗯，好像本身就是哎、欸，只是伙伴鳄鱼伙伴还好，去卖。他的技能加上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既然你那个技能，他会写说是哪个技能等级加级，懂吗？听不懂、哦、没关系。那我看到了，看到了。对，所以其实这个有点赌，要选我通通常都会选另外一边嘛。嗯。啊，除非是马跟像这样组合啊，才会选那个独角兽。马，独角兽的。对吧、啊？不然你还要加难度吗？我是觉得，打完应该玩光了吧？差不多。啊，海岸，差不多。哎呦，阿茄放话了。嗯。我会倒，我会倒，我会倒。哎、欸，我不会倒，我不会倒。哎、欸，还是有人救我了，谢谢谢谢，我不知道。布诺就要讲哎、欸，这不是你测我？对，偷电一下。感受到了，被电知道我旁边有个人走出来。英雄做事不留名哎、欸，只会偷笑哎、欸。我是黏在上面哦，是他哦。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我电。哎呀！可以互电哦，可以。我们那时候就是打在地上了，我们要互电。啊，我想说。但我必须得说，我刚没有换到电。去你妈的！是我电的。我知道。
我想说他看了我好几眼，为什么不电我？你说你好，我好怎样？好看再多看几眼。那你不要电我。请问，哎，各位啊，糯米粒们，一二三四五，来五个开始拍卖，从这个星辰开始卖，露诺摸过的，来开始下标。什么的？星辰挂号神话蓝色品质，开始下标。一标一次多少？啊，六标啊。流标，马上流标。加价多少？一块就好，一块就好。31块啊，成交。运费自己出哦。哎，玩光了，玩光了，打完了，打完了。等下丢掉一点小垃圾。好的，没问题。这样还要更多，还要丢。对啊，还要丢更多。不知道，多丢一点。看一下，还有努力。嗯，等一下，这边有骷髅头找下。嗯嗯嗯嗯嗯嗯。什么颜色？紫色。紫色。我找到了。嗯。Hello。好。太干了，是不是？不太干。你都在吃饼干？没有啊，吃饭。啊！天龙魔君。我要换，我知道还要闪电吗？还是你们两个闪电就好。那、万一两个同时死哎？好了，我闪电了，我电电。Oh no！ 叫什么？没事，我想说，我跳一下，然后回来，让你先上来。没有啊，我再回头，我根本没看到你。你不信你补画面，我根本没看到你。啊、你还敢笑？你等一下死一次，我笑你一次。请欣赏，抽血喽！打小怪喽！没事没事，我最喜欢打这个了。可以赚水晶？不是，他们出来直接死。有八千，感受到了吗？有哎、看来我还能活着。里面输水晶会自动去找他们，里面输精灵。对啊，虽然说最喜欢打他们的。他们还很做哎。哎呦！我笑死。没有没有没有，第二阶段。你忘记这一只了吗？他忘了啊，他怎么会有印象？我只记得我们当时打这个，我们是两个断线。还好是打完才断。嗯，对，不然剩你一个。真的。欸、然后后面才发现那个片尾其实跳过直接跳过就好了。没有，不能跳，不能跳，不能跳。不能跳吗？我们跳的话，我们战利品就没捡到啦。对，笑死！一下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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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底要打谁？哦，完成！我是不知道我打谁刚刚。会诸神黄昏，我
统统捡起来，都是钱，都是钱，都是露露破包包的钱。哥们儿，控制一下，咱们得维持人设呀。都是钱。嗯，再丢一点。你丢给我这边还有四个。嗯。再一个。车锁。啊，好。车锁。好简单。那个。捡到一个四千块的，等一下。他去厕所了。怎么回事呢？好，等一下。等一下啦，几差几千块啦，一两千不用理他啦，真的啦。好耶，快进快进，赶快卖，赶快卖，卖掉卖掉，全部都卖掉。哎呦喂，哎呦喂，还是给你。不笑。嗯，哇，这样。哦。其实你直接卖出去之后再给他，好像也是一样的。嗯，没有，先看他有没有啊。那也是。哦，后面都是钱的。好，知道。钱钱。嗯。哎，诺诺，你的近战武器是什么？我等一下，我看一下哦。一把紫色的刀。来。这两个你挑一个去玩。平底锅可以减少 90% 的伤害。平底锅。哇，你不想当魔法少女？这个星星棒我有了。哦，我想说你会想要当魔法少女。在柜子里，它现在是收藏品。啊！抽到了吗？等级太低了。哎，这是。来，帮你抽。卖掉。好像你现在抽到我也不会要吧？确实，我现在我抽了之后才想到混沌食物的，就抽来气自己。所以你刚刚抽到了？没有啊，属性不对啦。就小精灵超难抽的啊。等一下，我要抽什么？你可以抽魔法饰品，魔法衣服、项链。抽个魔法好了。等一下，
怎么好像都还好啊？哎，这样。这是什么？这个这是什么？我想，这可以。很酷欸，看还可以治疗队友欸，治疗队友哪里有啊，你看他复活岛欸，真的欸，这个啊，这个是要那个啦，这是职业附魔，要飞龙御史，对，所以他的技能变得可以复活队友，好吧、欸、这其实这附魔其实很秋欸，用来去卖啊，好像很穷啊，但是用不到啊。对啊，你可以转职啊。你是叫谁转职？叫他转的。就只为了这个附魔？就只为了复活我们？那你下次抽到这个，你要不要转职？不要啊，对啊，不要。而且那个看起来是绑定大招的哎、欸。绑定主动技能，那确实很酷哎！再抽个魔法，再一次成为自己的障碍训练时，谁还要死这个躯干呢？抽不到哎、欸，连一个小精灵都没有，对不对？好了，喝完水了。是喝完饮料，还是喝完水？水。这是不是一样的啊 ？TNT， 哦对啊，放释放 TNT， 转哎！闪开我们！我要咬死他们！啊这个呢？哦，你抽到了！哎，人家抽到冰川，你 是抽到冰川对不对？对啊。人家抽到冰川的阿茄要去自杀、啊。走了！他为了抽这个，他抽了半天抽不到啊！结果你要啊？他有了，我给他的啊。然后我的冰川是打怪打掉的，不是来这边抽到的，然后我就给他啊。哎、啊，阿、啊、姐、啊啊、不要这样，阿姐。没事啊，他后面冰川还是要换啊。你那冰川是什么等级的啊？混沌，嗯，我、哦、这冰川其实后面我抽到了、欸、哦，那现在是什么？没有等级，超烂。没事啦，462物品，不是啦，那他给不是等级要求，不是混沌还是幻变都没有啊？哦，没事没你现在没有是正常的啦，你现在就等级要再上去才能开始抽到那个父母在告你 Q 出你的那个给他看。我介绍给大家听，没有没有，我叫阿茄，你看这个，这是番茄的，嗯，你看它的冰川瀑布上面有个幻变，有没有？嗯，幻变就是普通，再来是混沌，混沌再来是原始，幻变再原始，原始再幻变，对，所以会越来越高。法术没事，你那个其实很强，那个冰川其实很强，所以你倒地的时候，你按一下冰川，理论上是可以站起来的。理论上，对啊，怪靠得很近的话，你按一下冰川，很容易灭了一群。除非像刚刚那个什么元素抵抗那个免疫那个比较麻烦而已。看一下我要抽什么。项链了，戒指也可以，因为戒指是两格啊，两格比较好抽到自己想要戒指、啊。戒指先、
戒指抽得很崩溃、欸、那时候。因为太随机了啊、哦、一大堆词。老色老色，好，我有预感。欸，不也不好说，有时候紫色还比金色好哦。我看看，我看看，先剪剪剪。现在繁星要一把紫色的枪，现在都不出来，反正金色已经出了一轮了。不是，因为金色是固定的词条词缀，所以很好出啊。紫色是太乱啊。金色有那个召唤小精灵的词缀吗？没有，完全没有。嗯，对，小精灵只能紫色以下才会有。哦，因为虽然说这个游戏就是。东西是大那个大随机，但是金色传说品质武器啦，武器类才是固定。啊，像是衣服、戒指那些，金色是金色在它的固定词条，然后剩下的那个像比如枪支伤害啊、小伙伴伤害这种东西是随机的。哦，对，所以你要抽到自己职业的衣服，再加那个好的词缀，那根本就是很难。听说啊，我那时候看到有人说是。他是抽到自己要的衣服嘛，自己职业的衣服。然后你天赋是玩那个嘛，天赋不是有十几个嘛。那、啊、他刚好抽到的是他完全要的，这个几率是259亿分之一。259亿分之一。对啊。这个比大乐透还要。对啊。想玩大乐透玩这个比较好，哎、欸，抽一把枪好，你可以抽散弹枪，你看可以抽一个叫剑爆的。散弹枪是哪一个、啊？这个，我这把，你现在应该可以，這個、你现在应该是说是哪一只兔子啦？哦，这个，对，最右边那个，对，好了，嗯，传奇武器，你看有没有一个叫剑，应该很好抽啦，因为传奇散弹枪很少。叫什么？剑爆，金色的剑，刀子那个剑，然后爆炸的爆。没有，没事没事，那个下次抽到给你，那个是很强的散弹枪，它可以直接把一个怪秒掉。好了，最后一个了，应该是蓝色的，看一下。绿色的便宜货，笑死！什么东西？哦，这把也蛮好玩的。嗯？感觉？拿同一把吗？哎、欸，你这把不是剑爆、喔？欸、不是、欸，不是啊？怎么那么像？哦，不是，对不起。我在看还有什么。这个嘞，哦，奥数弹药，这是我的。你不是用粘弹啊，阿杰？我刚刚不是啊，因为我刚把它丢出去拿回来。哦，刚丢出去又拿回来啊。这是我。哎、欸，那什么？卡特里吧，这个。哎、欸，你借我看，你 Q 出来，我看一下是什么。没看过。帅啊！来，唯一的换只。啊，剑之国度哦，这个刷到过，酷哎、欸！大家可以去外面测试看看它的伤害啊。嗯，走了。哎、欸，硕叶跟你讲过了吗？硕叶安安，枯月飞安安，想卖东西。走啊，卖东西。那、啊、你刚后面哦，啊，刚、啊、没事，没事，这边可以卖、欸欸。我可以看到那个哎、欸、啊，瞄准的点。酷欸，看哦，可待好运姐、啊。对啊，哎、欸，可以看。他不是没有玩过吗？他有玩啊，他怎么没玩？我知道好运姐，我没玩，但是。诺诺进来这边看一下，你有什么东西没有拿回去哦？看看一定很多。哎，没有啦，他不多啊。就没有升满。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五。好 ，OK， 两人就升个背包。
我还能升吗？应该升不动了吧？你说小孩的部分吗？应该是可以啦，200岁而已，在恶魔应该算是很年轻的啦。我认识一个魔王，他400岁，嗯，应该还算年轻的。哦，原来是这样。对，小弟也认识啊。我就是空气太冷，欸，没啥。没有，那你继续。继续走，继续咳哦。没有，说空气太冷这样。继续咳，还咳嗽的啦。哎，欸，好，你继续哦，继续咳，好，要这么狠是不是？不要，不用咳了。哎，因为我刚刚想要下一句说你去泡热茶，不对，那边很快又冷掉了。对啊，所以我的骷髅钥匙呢？对，这也没差，后面。他开是开金色东西给你，而且是大随机给你，不如去混沌密室抽。哎，欸，你好帅，你好帅！诺诺，你等下顺便去测试看看那把枪的伤害吧。我来顺一下携带的弹药。来，你等一下，露诺，过来，发零用钱。啊，发零用钱，好。多少？哎，全部的钱了，零用钱，谢谢。来，零用钱，零用钱，这边也是零用钱。嗯，对啊，目前无法交易。嗯，好，零用钱，零用钱。能力伤害，哎，要改。哇，这零用钱有点多哎，直接多了一个二哎。而且你应该给他多少？43万啊。哦，我看一下 ，Free Ball 要760万还不够，为什么？啊，我先升弹药，弄伤害啊！怎么了？没有，就主动伤害我们用不到啊。哦，你在刷附魔？对啊。啊，刷一下。最后一次，哎，没了，乐这，你看得懂这个东西要干嘛吗？是，就是如果你有用的话，对啊，对啊，对啊，它有分释放咒语啊，跟主动技能这个东西。啊，释放咒语就是你的 F 键啊。你放出那个魔法叫咒语啊，如果你使用你那个下雨的话，那是主动技能。嗯，对，所以就看你说你是要用成释放那个咒语，就主动技能，然后增加什么东西，或是你释放魔法来增加什么东西这样子。哦，啊，我跟阿茄的话是我们是那个移除掉了我们的那个主动技能。啊，偏偏这个主动技能特别好洗，啊，我们两个是要洗那个咒语技能，拿来提升什么什么什么。但好不容易洗到咒语技能，但它是什么提升枪支伤害等级啊？对我来说根本没有用。还有提升近战等级嘞，对吧？噔噔噔。啊，我先去观台，你慢慢看。哎，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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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进来再来玩宝可梦。对，因为今晚有跟那个露诺番茄约，所以先没有玩。宝可梦，宝可梦这次很短，那没问题。刷完之后，我们再来刷设为啊。
没有，主要是等一下十二点要先跑图啦，因为今天四点到现在还没有跑过图，所以要赶快先把图跑一跑，然后去睡觉。好了，感谢大家今天收看，有多短？一个小时吧左右，对不对？有吗？还是不到？啊？喂？嗯？辛苦了，利恩还敢在春景那边玩雀魂啊？超短不到哦，十分钟。好啦，那再到时候来抓刷穴位啊，还是我给你们看，我今天超白痴的，我真的是会被笑死的、欸。我那时候刷完大量发生，这边在刷拉普拉斯，我才刚刷完大量发生，然后马上去吃那个学员的。就出了，然后因为这边真的是卡到烂，感受到了吗？感受到卡了吗？然后就出了，很卡很卡，哦，超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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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真的是来刷拉普拉斯真的是很辛苦哎、欸，而且这个点超难刷的，这边没地方可以野餐。好啦，感谢啦，那我们明早见，大家晚安，拜拜，拜拜，拜拜。你们臣服于我，你们都会臣服于我。啊、哦，他真的很吵哎、欸。好啦，大家晚安，晚安，晚安。英怀晚安，飞雪晚安，丽恩晚安，雪莉晚安，飞鹰晚安，作业晚安，叔叔晚安，还有谁？看一下，安妮晚安。啊你么么么么么么，啵啵啵啵啊！